他消息，政府製作了3輯的電視宣傳片，宣傳通過政改方案的好處，希望泛民主派聽到更多支持方案的聲音。何文文報導。面對向前走了一步先，5號政改方案可以為青年人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開闢更多參政的空間，已經是朝向民政府找了藝員、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和中學校長拍攝這一輯支持政改方案的短片，今晚開始在本港3間電視台播放，而第二輯和第三輯亦會陸續播放到下個星期三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當日。政府發言人解釋，現在是政改方案表決前的關鍵時刻，有需要讓包括泛民主派在內的立法會議員聽到更多支持方案的聲音，但就不認為是以民意向議員施壓。向來被視為是民主派中關鍵票之一的會計界譚香文，今早獲行政長官曾蔭權約見，要求他支持政改方案。我不會支持到政府的方案，但是我很欣賞曾特首的坦誠。但會計師公會發表調查結果，2600個有回應的會員中，53.9%認為譚香文應該投票支持現在的政改方案，45.7%認為應該反對。譚香文就認為支持和反對的比數很接近，業界未有共識，他會堅持反對方案。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導。